自私，北极熊遭游轮警卫射杀，只为观光。当人类闯入野生动物栖息地，动物又展现出野的一面，人类应该怎么做呢？当然是杀掉咯。美国 NBC 新闻报道，一艘游轮载着游客到北极圈观光，游轮警卫通常会先下船检查该区域是否有任何危险。当时警卫没有注意到北极熊在临近区域活动，北极熊出于本能攻击一名警卫，使该名警卫头部受伤。另外一名警卫当下立刻以自我防卫为由开枪射杀北极熊。值得庆幸的是，受伤的警卫伤势不重，其他人也都十分平安。但这头野生的北极熊却只因为行为表现得像野生动物一样而被击毙。德国邮轮公司赫伯罗特邮轮发出道歉声明，但也声称警卫为保全性命不得不这么做。多数人都在社交媒体上表达愤怒，英国喜剧演员瑞吉·葛文和动物保护人士都出面指责，认为人类闯入北极熊居住地的行为很低能。别忘了，我们晚上8点还有今天的精选汇报哦。